大家能够付出更多的爱心，去关怀这个社会上所有需要我们去关怀的民众。对，我们就是在施比受更有福的这一句话中做实践的体验。你知道新国高中的高中生最想参加的社团是什么社团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热音社、热舞社吧。其实还有吉他社哦，学生呢很想参加吉他社。刚刚呢就有一段吉他的表演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吉他社所带来的演出。欢迎叶冠吉、王元溥、林奕慧、李雨晴、江宇轩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哦，哎哎哎，谢谢。